视频绝对能学到你不知道的东西。通过这几天的体验，纳维给我的感觉就是，作为一名前台主 C， 他拥有最纯粹的输出能力，无论是强度还是机制都是无可挑剔的，玩起来有一种游刃有余、唯我独尊的感觉，完全符合水文王的身份。首先了解一下纳维的核心机制，长按普攻可以蓄力4秒钟后发射冲击波，冲击波持续3秒，造成总计8段伤害，期间会自扣血量，最多扣除 48% 的最大生命值。挂水效率遵循计时器，也就是第一、四、七段会分别挂一次弱水。漂浮过河，范围超大，贯穿护盾，可以穿墙，能够对空，甚至能躲避一些原魔的攻击，强者处处是惊喜啊。战技和大招都是造成范围水伤，重点是会分别产生水滴，战技命中生成3颗，大招直接生成6颗，水滴会保留15秒钟。蓄力的时候如果周围有水滴，就会自动吸附水滴，减少蓄力时间并回复生命值，最多吸附3颗秒射。由此可以看出纳维的输出非常灵活，既能战技启动打短轴输出，也能大招启动打长轴输出。上一个如此灵活的主 C 还是艾尔海森。再看天赋，只要队伍里触发和水有关的反应，就能给纳维的重击增伤。经过测试，这个增伤属于高贵的独立城区，是实打实的 10% 到 60% 的提升，所以纳维配对尽量凑齐4元素来触发不同的水反应。另一个天赋鼓励纳维携带奶妈，维持高血量伤害就越高，但是影响不大，纳维本身自奶能力就很强。天赋加点优先点普攻，优先给普攻一个皇冠，战绩和大招就随意吧，反正伤害占比也不高。圣遗物最优选四烛影，因为纳维独特的扣血机制，基本上能做到 36% 的暴击全覆盖。其次四水套，各种2+2搭配都是下位选择。主词条选择双爆头、生命杀、水伤杯或者生命杯。经过测试，水伤杯和生命杯差不多，而且我在梦里看到某个歌姬能够提供巨额增伤，未来的生命杯可能会更强。副词条双爆大于等于大生命，充能也非常重要，因为纳维需要开大保证最高的输出，所以建议副词条尽量歪 30% 的充能。武器最优选专武，集伤害与循环于一体，四选星月卡法器，但是战场10秒钟特效就会消失，实战会有一定限制，但先别急，等一下我教大家一个解除限制的办法。剩下的武器里面，我仅推荐大家使用锻造武器视作金魄，以及这个版本会送的活动法器。这两把武器有一定的循环能力，且伤害相对还行，其余武器四凤原点可以弥补一定的暴击，但是特效根本就吃不完全。牛郎约章仅有1/3的概率毒中有用的属性，伤害极其的不稳定，其余的武器呢就均不推荐了。由于天赋的存在，配对优先凑齐四元素，第一选择能够触发封套减抗的角色，首选万叶，然后需要一名提供抗打断的角色，首选钟离，最后我推荐小 ME 及后台输出和铲球于一体，能稍微缓解纳维莱特的充能压力。当然如果你没有万叶，用温迪、砂糖、尼尼特都是可以代替的，而抗打断位莱伊拉、猫猫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当然你让纳维进蒸发队、绽放队、涌动队也不是不能玩，只是操作可能会有点变形。最后我作为一名林克挑战主播，强烈推荐新手用这个配对，三名队友目前都能轻松获得，因为尼尼特的强嘲讽，即使队伍没有抗打断，在面对非 boss 时也能有不错的生存能力。纳维配合草主铲种，再配合尼尼特独特的机制开大优先燃雷，以便触发超绽放反应，这个阵容能打出非常优秀的效果，简直是新手开荒首选配对。接下来就是小技巧时间，大家上手后应该都知道纳维蓄力射击前后摇非常严重，实战呢难免会拖延输出时间，那就得提到这个有手就行的技巧了。在吸收水滴秒射之前迅速按住普攻，然后再迅速松手，你会发现前摇时间变得很短，熟练掌握之后能够大幅度减少无效的输出时间，大家可以再试用你熟悉手感，非常简单的。我几分钟就学会了这个技巧，掌握这个技巧后提升堪比一个命座。而且就和刚刚提到的一样，如果你是大月卡玩家，按照正常的连招开大加上重击两次是必定会战场超过10秒钟的。而掌握这个手法之后，能够在10秒内完整打完一个大招加上两个重击，甚至还能补一个战技，提升真的是非常巨大，强烈建议纳维玩家掌握这个技巧。然后是命座，纳维是新时代的命座战神，一命提升极其巨大，直接提供一层天赋，可以多带水系队友凑双水以及充能，且重击期间获得雷神同款霸体效果，即生存、充能、输出各方面于一体。二命稳定提供爆伤，但实际上提升一般。三命普攻加三，提升可观。四命为六命做铺垫，六命化身完全之龙，按住左键即可射杀一切，射程之内即是正义。总结，纳维是新时代的强力主 C， 身上几乎囊括了主 C 的一切优点，零命强度就很高，一命称得上超模，非常推荐缺主 C 的玩家抽取，但由于水神在即，我推荐不同预算的玩家按照这个顺序抽取。好了，希望这个视频能让你学到东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